人生内在修心养德，修心是种成熟，养德是种感悟。做事先做人，做人先立德。人生在世，财产不重要，与谁来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德行。好人好，才能立世根本。人品是一个人内在的修养，人品是一个人外在的修养。道德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，但智慧弥补不了道德的缺失。做人德行一旦发现，人生就会导致悲惨。德行永远重于才华。The road of life is always full of ups and downs, and living is not easy for anyone. Looking back.